是因为就是因为代言了那个公益的活动嘛，然后身心障碍人士的公益博览会，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就是尽责任，就是要就是体验一下，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身心障碍人士的话，我必须要怎么样在那个台北市生活。所以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搭乘捷运，然后捷运的话就是我要看，我如果坐在轮椅上，我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我要怎么找到那些就是残障人士通用的那些走道啊或者什么，然后怎么样可以顺利的搭乘捷运到中正纪念堂去参加那个这一次第一届的公益活动，身心障碍人士公益博览会。然后今天我们的旅程就要开始了，我要坐上了我的轮椅。然后呢，通常呢就是坐轮椅的时候啊，后面这个把手呢就是有人要帮我推，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那电动的往前按，然后一定会有义工，就是我公益我那个身心障碍的所以义工要帮我推。好，我先走前面的，我转如果我行动不便的话，我要找楼梯才能下去，这边没有楼梯怎么办？对啊，其实可以。好，我来自己推一下。下一段呢，我就要演，我已经就是除了残障之外，就是赌光了我所有的钱，所以赔光了。我现在要是穷人的残障。